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公园。我是老头 Old Man，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方舟公园探险。待会呢，我们准备呢就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机甲暴龙呢到底有没有孵化成功啊？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，好吧？我们直接开始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恐龙孵化出来了没有？希望是孵化出来了啦。嗯，阿外恐龙蛋呢？哦，孵化出来了，直接在这个地方。哇，看见了没有？哇，超小一只的、啊。可是我们身上好像没有，我们身上好像没有果实，没有肉可以给它吃、欸。哎，它会不会不 OK 啊？我们只有果实，尴尬了。我可以先把我们三角龙蛋放下来。哎、欸。我是要放在上面，哎、欸，外蛋，外能没去啊，外能被删掉啊。哎、欸，我的蛋呢、欸？我要放在这里，你给我把蛋回收掉。大哥，我的蛋，我的蛋，那是资源回收吗？我看要放哪里、欸？老板，我的蛋去哪里了？哇，才刚开始，外蛋就没去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办？我们蛋被卖掉了。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棒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甲暴龙。对啊，蛋不见了啊！算了，没关系，这不是重点，三角龙再抓应该就有了。来吧，打开它。你看它成长还需要20个小时，还要一天之后才会成长期，成长期过后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。哇塞！哇，摸摸，我看他吃什么。来，完全不鸟我。啊，这货完全不鸟的。扫一下，没任何反应。让他走哪里啊？嗨，你好 ，Hello。他卡条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们想办法弄个三角龙蛋吧。我们就先暂时把它关进去好了。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吧？就这么小一只，啊，哦，这是永远消失哦！我才不要这么做嘞！啊，我怎么关回去？它饱食度现在在这个样子，应该还不算饿吧？哎呦，为什么骑到上面来了？好像可以顺到它上面嘞，不太行。吃不吃？啊，它真的叫真的只吃肉。好吧，那既然这个样子，我们只好先去新的地方好了。我们去登山道。哦，这个地方都没有肉啊，果实倒是有，但是没肉啊。我们尽量就是进度超前，我们这样才会有肉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都没有肉，都是一些矿石。为什么都没有肉啊？肉怎么获得？战斗的时候获得吗？马西，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。哇哦，新的地区。新的地区，能采就采，多一点多一点没关系。好，结束。哦，那边也有，哎，这是我们之前来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加减。哼，用这样挖。啊，这样挖会不会很奇怪？木头，开始当起伐木工来了，我的天哪！当起伐木工了。没关系，拿了这个哦，前面好多矿石可以挖，那边还有树。猴哥，要不要吃啊？猴哥，猴哥不理我。这个我已经扫过了嘛。哎、欸，扫完可以再扫一次哦？还是说那是因为那是新手教学关系？那可能是新手教学关系哦。这个苹果看起来真的超像乒乓球的，我严重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吃的。好，我们来挖矿吧。哎呦，这里有够黑的、啊，哇，蝙蝠啊！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喽。这些肉是不是要真的去战斗啊？攻击那些敌人。哦，攻击那些敌人才会获得肉啊！不管了。哎呦，声音好大声哦！来来来来来，哇！石头塌下来了，坍崩了，坍崩了，做得蛮逼真的嘛。
那这样我怎么过去？那边有一座桥啊，这个剧情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。小心哦，前面居然有猴子，所以哦，鹿手，嗨猴哥，让个路好不好，猴哥？妈呢？我看到新尾兽了，新尾兽滚下来了，哦，错节，要去哪里了？先扫这一只，头部要扫头。哦，两个 DNA 好爽哦！来，我们看这里可以采什么？这边有树。我要打他，我以为他跟我打架哎！我以为他跟我打架，你知道吗？给你吃，不甩我，没关系。海底捞，海底捞，动作还蛮猥亵的。我们现在到那个地方去好了，就这里。啊，我知道这里有什么了。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？有这么单纯就这样子？我不记得有这么单纯啊。我记得这边应该是有金刚出没啊。难道说这个片段被删减了？这个跟那个之前的正测试版不太一样哦。观景台，霸王龙密林应该会有漏吧，我猜啦。办怎么办？我们去观景台，这边有6个 DNA， 有听到声音哦，画面带进来了。Nice， 哇塞！我觉得我们在不要惊动它的情况之下扫描一下好了。哦。美和龙失败 ，yes， 哇，好小一只哦！你看它的体型，哇哦，嗨，你好，体型差太多了吧？然后是扫描前面那一只，哇，热气球还是怎样？然后获得了3个，飞走了。哇，这边有告示牌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还不算危险，危险是右半部的部分，待会就会过去了吧？我觉得，待会吧。哎，你们看前面，下面有雷龙。哇，这边全部都是异手龙 ，Oh my god！ 上面有也是，等一下是我们要坐这个上去，是不是？好像是的样子。把它挖掉，哇，这是翼龙超屌的啦！这翼龙直接哇立在上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我还真的进来了，哇，那我可以飞吗？医疗包，这个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单纯让我坐进来，然后没有任何的作用这样子。马上我们去霸王的密林，16个，好，来吧，好，我来了。还蛮快的嘛，就在我旁边哦，真的是讨厌，好被烧，乱烧我，挖好多哦，哇，这只，别跑啊，要跑掉了，哇，一个跑掉都扫不到啦，天哪，恨呢，超级恨呢。他一次只能拿一样，该死了！下次再来扫，重解一遍就好了。然后这石头到底是干嘛的？嘟嘟鸟，嘟嘟鸟，干嘟嘟鸟啊！嘟嘟鸟超好笑的、啊，我可不可以拿这个打他？答案是不行的。我可以把它抱起来吗？哇，嘟嘟鸟来来来，错几条，吓死人了！
嘟嘟鸟在哪里？把你抓起来！哎呀，走起啊！别跑啊，小淘气！阿甲，阿甲！啊，没抓到。哦，果实。哦，剑心象，给你吃。我、哦、这边有果实哦，剑心象哥哥。哦，这么凶啊！哇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然后这东西丢他，丢他，给我跑！哇哇，啊娘喂，错几条，吓到忘记扫描了。哦，大声大声，这么大声啊！也太大声了吧，错几条。那这果实的作用是什么？果实的作用是什么？丢！还是不过来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干嘛用的。这么改啊，这么改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收集非常多的道具跟材料哦。我看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。机枪炮台，我个人是还蛮想要做我们的十字镐跟我们的铁斧啦，好不好？但是不知道材料够不够啊？看一下，好像是可以做的样子，做吧。啊，我们差。我们差两块，尴尬了。斧头呢？也是差两块，好吧。首先做这个烂的，做一个烂斧头。Nice， yeah boy， 放着，不能放啊。好吧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？火把。我觉得火把做应该有它的作用，做火把，做火把，手榴弹，哎呦，还有刀哎、欸，武士刀这么酷啊，长矛，弓箭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学弓箭？却可以学这个？啊，这个不能学是什么为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啊，这个火把。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火把之后，应该是可以去更阴暗的地方啊。我是这么觉得啊，但是位置好像有限的样子。放进去就看你要怎么带吧。枪我不用了，放着，反正都嘛没子弹。好，看现在看一下这把，可以做吗？要30颗，你给我整笑哎。做一把枪啊，我们 DNA 没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不能学了。我们基因不够，可是刚刚明明按的时候他就不给学，算了。我们现在身上有这些材料，应该是还不错啦，到时候再试试看用带火把去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体验还不赖，然后有些地方细节可能还需要再重复体验才会弄得到。不过没关系，老头会上网看一下攻略。好，如果大概知道这个会触发什么一些剧情要素的话。哦，老头会想办法，就是把它呈现出来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再一次为我们的三角龙默哀一下，因为我们三角龙被我丢掉了，好不好？再也拿不到手了，我们只能远远看那个三角龙的背影。好，我们为他默哀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好方舟公园再见面了，拜拜。